三個鐘探討，今日我哋會由一篇文章講起喎，就叫做《明辨崇美微美孔美的奇談怪論》，就是、人民網嘅財經版度刊代嘅。咁篇文講咩嘅咧？轉載《光明日報》嘅，係係啦。咁呢篇文點解我留意呢？咁一來我有內地嘅朋友幫我睇啦，我諗香港有轉載有討論嘅係好少。你估有邊一個媒體會有討論過呢一篇文章？東方唔係。咩橙新聞嗰啲？零一香港零一，係啊！我唔知點解佢會咁醒目，會睇到呢篇。通常大陸都係轉載多維網噶嘛，係咪同一個集團啊嘛？即係你真係要好熟大陸嘅嘢先會睇到呢篇。都係網得同一集團嘅。係啦，係啦。咁呢篇文點解我覺得值得討論呢？因為佢當中會提到咧，嗱咁佢個讀者群梗係唔係諗住寫俾香港人睇㗎啦？咁我因為我有內地嘅朋友，咁佢就即係話你睇一睇呢篇文啦咁樣樣。點解我咁樣講咧？他就會提到話係內地個媒體裏面有不同的、KOL 好或者係意見領袖好，特別是他舉個例子咧，就係、是、啲經濟學家咁嘅樣，咁呢都係行家啦。你要用翻啲匪語啊，大 V 唔係 KOL， 係咪啊？叫咩話？叫大 V 啊？大 V 啊？我唔識啊呢啲。係啊，因為你微博有個 V 字啊嘛，即係代表佢有一個影響力嘅代表啊嘛。咁佢就係呢篇文章咧，個作者咧都係一個學者嚟嘅。佢就係、是、唔係經濟學家嚟嘅，咁、但係佢就係一個係復旦大學國際關係，你最中意嗰啲國際關係學者啊，係啦，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嘅副教授，係有公共事務有國際關係，完全食曬你哋喜好啦、啊。係啦，咁就唔係我行家啦，雖然大家都係學者，咁佢寫呢篇文章咧，就係、是、狠狠地批評一啲三大啊，崇美、微美。同埋孔美嘅一啲時事評論員，以為講女添，又微美又美嗰就係美國方面，咁就係講緊個中美衝突裏面，佢覺得有啲評論員一啲言論，簡單嚟講，投降派咧，投降派係啦，咁唔同嘅投降，佢解釋有唔同嘅投降三種投降心態係啦，咁當中提到咧，佢話有個係首席經濟學家咧講咗啲嘢咧，話講到好似美國好勁啊，講到我哋經濟學家咁巴閉啊，大家自己估下啦，係啦，咁其實呢個係我朋友識認識嘅，咁所以我唔方便，即係佢估啊，我都係估嘅啫，因為佢都冇開名嚇。咁我覺得呢個問題點解值得討論咧？就係、是、即係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即係佢抨擊內地有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家喺佢嘅言論，覺得係喂冇理由喎、啊，而家我係打緊仗啊嘛。咁冇理由係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嘅喎，佢話可能啲咁嘅輿論咧，係令到影響國家裏邊嘅投資者嘅投資行為，繼而影響個金融穩定。咦，真係好合理喎、啊！咪等於啲人遊行，跟住我遊行都冇用嘅、啊，呢家咪喺度打擊我哋士氣啊！而家我哋面對緊個共產黨，我點解唔可以團結一致啊？係啦，嗱，咁我想問嘅問題，我實在忍唔住講呢句，想講先㗎啦。OK， 插一句，如果我哋面對共產黨嗰啲咁樣遊行嘅目的唔係中聯辦？點解無端端無端端走咗去？如果係諗住我係上一次講嘅，因為你已經超曬時啊，我留翻下一次講啦。係嗱，咁點解呢樣嘢我覺得有趣嘅咧？嗱，我就係想講，即係究竟我問嘅問題就係話，究竟經濟學家或經濟學者，又或者時事評論員，究竟喺華文媒體裏邊佢哋個功用或者佢哋嘅角色係乜嘢？因為我記得咧，我都有睇下啲。因為我幾中意阿毛澤東寫嗰啲詞噶嘛，咁、毛澤東有時佢寫嗰啲語錄咧，佢啲金句咧，咁我覺得係幾發人心性，幾有道理咁樣嘅。嗱、佢講過咧，嗱你啊大師你都熟啦，佢講過係我諗係慢慢演變到四百年嘅時候，佢講呢句説話就係話打仗嘅時候，戰略上我哋就要藐視敵人，但係戰術上咧，我哋就要重視敵人咁樣。嗱、佢呢篇文章咧就講到好似經濟學家個。角色咧就係我喂，而家國家打緊仗喎，咁我哋應該即係戰略家嚟嘅，係啦，應該係戰略裏，因為戰略裏邊嘅一部分經濟學家扮演嘅角色咧，就係喺呢場中美貿易戰裏邊，咁我哋應該係藐視敵人，冇理由去掉翻拉拉隊啦，即係係啦，拉拉隊，你依家倒米啊，你嚇？係啦，同我講話共產黨惡曬，做咩都冇用。你而家咪喺度打擊我哋士氣？係啦，咁我就想問下大家對嗱，我係一個都係算係一個學者經濟學家啦。咁你點樣睇？譬如香港嘅經濟學家，又或者內地，你哋見到我哋認識嘅經濟學家，當佢哋包括埋我評論中美關係、中美貿易戰嘅時候，究竟我哋個角色係點樣？同埋我即係尤其是如果我
最簡單，香港可能不理咁多啲咩噶嘛，我哋就係想喂，我想知道個市場走勢係點樣，我可唔可以再買 A 股咧？我係咪如果有啲美股嘅話，係咪要沽咧？即係知道個分析係個經濟會有咩影響嘅話，我認為點樣樣咧？我認為就咁樣。如果作為一個香港嘅經濟學家、時事評論員或者所有嘢咧，你基本上咧，你所有嘅論據咧，你只要每一期咧買一期 Economist， 跟住之後抄就得噶啦。咁所有嘢都係來自呢本書嘅啫。咁大家你睇完成本嘢，你睇全部啲評論，大家真係，所以咧你會發現好難轉。起碼雷鼎明唔係，雷鼎明啱啱相反嗰啲嘢。哦，係，因為佢就喺第二邊嘅嘛。係係係，另外一邊。係冇錯，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呢一邊嘅經濟學家，只要你知道，所以咧你會即係親西方嘅經濟學家。係，咁你就係崇美崇美嗰啲啦。係，嗰啲就係只要抽 economist 得啦，因為事實上 economist 真係做得好嘅。咁所以佢好多 hard data， 而且佢啲分析係好好嘅。咁所以咧，你只要抄咗佢，然之後博嗰啲人先文嘅話咧，然之後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分析員。所以你發現好多香港分析員點解佢哋有時會突然間會轉得太轉到咩？因為其實冇辦法，佢哋唔知道自己轉得太，因為佢抄啊嘛。咁所以人哋轉咗，我咪跟佢轉咯。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只要你揸住一本書，你就可以，你就可以講嘅。咁如果香港嘅理論家講就唔使嘅，都係只係需要咧話哦個鬼佬講過啲咩嘢，然之後就抄佢，咁就而家 apply 到而家度，咁就得噶啦，咁就肯定正確噶啦。咁所以你講個問題唔存在。嗱，首先簡單講啦。我要知道咩叫戰略，咩叫戰術，即係好似講到好深入咁啊！其實唔係啊，因為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有一班一流嘅經濟學家，你就可能真係要分戰略同戰術。咁、但係如果全部都係冇呢個經濟學家咧，就係、是、吹水同埋數字。咁香港咧，或者甚至乎即係好多即係我哋講自命做呢一個國師嘅人咧，咁、因為佢本身冇料到啊嘛，咁你要玩黑 data。你係咪要好麻煩咧？搞啲搞路啊！咁吹水係咪容易好多啊？咁所以咪好多人會做咗戰略家咯，就去講個公理戰略咯。你睇有冇人會係好仔細咁去分析翻啲 data 咧？亦唔係冇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去到最尾嗱，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個共產黨俾唔俾你做戰術家先？即係共產黨就係唔想你去揭露翻個問題真相啊嘛。咁、所以咪所有人最尾都變曬戰略家，咪都要你做。我好同意呢個講法，就係咧。共產黨俾唔俾你做 ？OK， 共產黨唔會蠢到係要啲人講大，全部人講大話嘅。但問題就係佢身邊有一堆智囊，嗰啲智囊係佢覺得最 top 嘅人嚟嘅，係負責講真話嘅。將件事分析。咁而你哋嗰啲二三流嗰啲好心理就負責去負責氹做宣傳。你嗰啲作用，嗰啲係智障，唔係嗰啲係智障。即係有好多人以為自己好叻。但係喺共產黨心目中，全部都係垃圾。其實都係智障。咁你哋垃圾就唔該做翻垃圾嘅嘢。因為我已經有幾個最叻嘅人俾咗真正嘅意見我啦，其他嘅人如果你哋以為自己係國師咧，就唔該收檔。請你就負責宣傳麻醉嗰啲俾你哋更加蠢嗰堆人。垃圾就唔該做翻垃圾嘅嘢，其實簡單嚟講。係啦，冇錯。所以你做咩講？你明白啦？我哋知美國嘅實力嘅所有對我哋嘅咩嘢，我哋係完全知道嘅。但問題你唔使講啊嘛，你講我又唔係講你講得特別好，咁你就要負責橫掂你有地盤啦，你咪嚟負責催眠啊咁樣嗰啲人咯。你做乜要講？嗰啲話喺佢心目中有真有假，都唔係好真知灼見。但我都覺得呢個答案真係講咗一半嘅。呢啲就係講嗱，我唔怕開名啦，我喺呢界撈。咁雷鼎明啊、劉遵義呢啲，咪就係要做呢一方面嘅嘢咯。咁但係另外泛民啊，或者親西方嗰樣點咧，就係我頭先講嗰樣，所以我頭先都冇錯嘅喎。喂，你分析黑 data， 第一有冇人識啫？第二樣嘢分析嗰條友都自己都唔嬌識啦，咁所以去到最尾咁啊吹水就最慳水慳力，你揾個記者對支麥訪問，咁啊個個禮拜蘋果啊、眾新聞啊，咁我咪又廢噏幾句，然後個個香港人都係想聽佢心目中嗰樣嘢啊嘛，就係大陸撲街，美國贏硬嘅，咁我咪照樣噏翻，係啊，我咪就係重複噏翻幾十塊嘢，跟住阿周軒大師頭先仲要講 economist 都唔使啊，我直頭就係總之啲一定係知爆嘅，大家準備心理準備啦，咁有知爆啊，咁我梗係估中啦，估唔中都唔緊要啊。下個禮拜再講，今次未知爆，但係下次一定知爆。咁呢啲咪就係唔同嘅立場嘅垃圾，就係、是、做嗱，我又講埋啦，就係關卓照呢啲，即係唔同範疇嘅垃圾，就負責翻唔同陣營嘅垃圾人。係啲 role playing 嘅問題。係。咁唯一一個分別係咩咧？因為咧泛民或者親西方嗰邊咧，嗰啲真正嘅國師咧就喺白宮。咁就唔需要你班香港嘅經濟學者阿芝阿左，你哋就負責做啦啦隊講資爆同埋講呢一個美國老必勝就 OK 啦，就咁樣樣咯。咁唔怪得知我冇乜 market 啦，香港。唔係你咪所以冇錢收啊？你咪就你冇錢收，你要學習一下咯。嗱，你
你做國師，真正的國師，你是有錢收的、嗯、但你要去做啦啦隊呢、嗯、你也有錢收的、啊、為什麼你要去中間卡住在中間呢、哎、所以才是大陸，即是你不要，你其實負責去亂吹，負責去做宣傳隊伍的時候呢、啊、你都一樣沒問題的，你都一樣可以做到很成功的、啊嗯、為什麼你要搞成今時今日這樣、啊、我過不到自己的關這些、啊、真的很大鑊那有關微美、崇美和孔美，你還覺得有些什麼看法呢？我又一定要講一講我老師阿張五常教授，我覺得佢唔係是但一邊，佢唔應該。係啊，依家我個個都覺得佢一定係啦啦隊啦。有人會覺得佢啦啦隊，但係佢寫嘅文章都試過喺微博度即係睇唔到嘅。係。同埋佢講嗰樣嘢，我識咗咁多年咧，我真係幾信佢咁講。你當佢催眠咗我或者咩好啦，我自己都亦都試下咁做。佢就話佢講緊乜嘢咧？就話佢我可以講錯，講嘢未必中，我可以唔講。但我就從來不講不相信的嘢嘅，我都係即係冇咁叻啦。咁但我寫文章都是跟翻呢一個咁嘅原則去做嘅咯。咁即係變咗跟啲原則去做的時候咧，就做唔到啦啦隊咯，做唔到佢戰略上的嘢咯。唔係，我唯一一樣咧可以幫入邊咧，其實有很多我都不同意啊。即係譬如佢講即係大陸啲基建係冇浪費啊，又或者講話即係呢個 Bay Area 即係大灣區啊，就係城堡啊。但我一樣嘢係，我覺得啲傳媒都係好唔公道啊。喂，你講嚟講去都有兩大前提條件嘅，一個咩？一個就是全零關稅嘛，第二個就是放取消外匯管制嘛，你從來都不講呢兩樣嘢，你淨係講佢個結論，咁咪梗 Q 係錯啦。其實佢個分析嚟㗎嘛，即係你話你兩啲啱㗎嘛，睇先你都話，咁個理論其實我都唔係好有質疑嘅喎。佢話呢個大灣區咪深圳啊，會成為呢個世界經濟嘅中心咁樣，咁佢從來冇話世界經濟中心就代表佢個人均 GDP 會係全世界最高喎，佢只不過要超越美國直谷喎。佢唔係話個人均 GDP 會超越個直角，佢反而就係因為有東莞呢啲咁廉價人工嘅地方配合到佢可以做到呢個製造業。佢整個 GDP 係啦，所以 GDP 其實一啲都唔奇啊！不停咁搬啲人入去啊，咁係啦，一人咁咪得，係啊，你咪攰啦，咁夠兩億，一億唔夠搬夠兩億，其實係好合理嘅。咁所以佢你又唔係咁容易去仔細去睇佢分析嘅時候，喺邏輯上高。佢又真係唔係咁講咯。我其實由一開始嘅時候咧，我講邏輯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我都覺得有問題嘅，因為 China 係咪 go capitalist？ 你唔能夠經濟分析著數啲去諗嘅，你嗰個係政治問題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嗰本書嘅時候嘅推理都係錯㗎。嗱，我又加幫翻我老師講嘢啦，講説話啦。嗱，個 title 咧就係因為當年嘅書名咧就係因為係英國一個智庫佢哋想邀請佢，咁於是乎就定咗咁嘅題目。但係本書仔裏邊咧。佢都成日都主張咗，喂呢啲咩主義咩主義，我都唔知咩嚟嘅。即係啲主義嘅話，大家都好多位去 argue 究竟係唔係呢個主義。所以佢話我哋經濟學家咧分析嘅時候咧，就唔好談咁多主義，談啲實際嗰啲嘅嘢。佢就話我唔係好實際，所以咪收咗錢嚟照用你個書名咯。入邊就再噏其他。裏邊佢就話中國會走，唔係話會轉咗走資本主義。佢嘅形式只不過係話會資本主義裏邊一啲嘅私產，作私有產權我就知咩啦。他說一些資源的買賣的擁有就會像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的私有產權，但他的國家會不會是變成說自己是資本主義國家呢？他說這件事是不重要的，他都不知道，因為從這個是政治的考量，但是經濟的考量呢就會是私有產權是會變得個在個市場裡面的運作是越來越重要的。這本書就是，所以你又即他就整個整在這裡咯，他用個書名又拿了一個 很吸引的地方，但他推論最後也不可以說是錯，但是我都是覺得我推論是有少少問題，即是你不能夠用政治經濟來，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我看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是會將個產權定義得更清楚。係啦，佢其實佢就即係話，你就算唔將走資本主義，你嘅產權你定私人，你都要話定義得清楚啲啊！擺明工就唔好擺明私啊先，佢就咁講，係咁噶。邊個可以用幾耐咁樣咯？係啦。好，呢一集到呢度。